配色的高达你见过吗？赶紧来看一下吧。黑色内盒打开后就可以看到一盒巨无霸配色的 EG 元祖高达，边上还有一张同款高达卡片，磁吸卡盒，卡片相当闪亮，一张巨无霸形状的邀请卡。接着看高达，两包板件带一张小贴纸，听答说明，贴纸说明，使用说明。组合起来，这款麦当劳和高达联名的限定版巨无霸配色元组就听好了，头部、胸部、盾牌、脚部都是全新的限定配色，盾牌上有麦当劳标志，胸部也有。可动方面和之前的 EG 元组保持一致，头部可以左右转动，腰部也可以左右转动，手臂360度可动，小臂可回收，平举到头顶，腿部可动，小腿可回收，脚部也可动。如果你也喜欢这款高达，26号零点可以去麦当劳旗舰店购买指定巨无霸套餐，再加129元即可换购。另外，前往全国麦当劳门店购买任意巨无霸套餐或单品，即可获得限量版高达卡片一张。上海和深圳的麦当劳高达合作旗舰店，还有其他城市的46家高达主题店等你去打卡哦。